迎风奔跑，拼功夫闯大世界，一身热血燃烧，闯出人间正道，要不邪恶起来，英雄出自少年，心下仗义最自豪，少年是吧？又涨价。对了，之前两个月才提了两次价，这个月又涨价。没办法呀，之前两个月是做面条的面粉涨价，上个月是煤炭涨价，这个月是租金涨价。我们是小本经营，没赚多少。什么没赚多少？卖面粉的不是周老爷吗？煤炭不也是周老爷独卖的吗？别说了，还不止这些呢。城内大部分的店铺，连同这里的屋主也都是周老爷。他说本月起租金又要再多加两成。哼，你说什么？全部都是周老爷涨的价？这个周老爷也太贪心了吧。就是太贪心了吧。就是，也太贪心了。没错，是周老爷实在是太贪心了。我的预感刚刚告诉我，今天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贪心贪婪怪。原来周老爷在城里经营面粉买卖，供应煤炭，更是大业主，老百姓生活的每个环节他都在赚钱。如果他变得越来越贪婪的话，那老百姓就更苦了。无忌，说下去。贪婪怪会找合适的人做宿主，而周老爷贪婪的性格最为合适了。你说周老爷会是贪婪怪的宿主吗？大有可能。锁定目标，坐言起行。老爷，大街的店铺上半年才加过租金，现在再加吗？要加，没钱就滚到别处开店。老爷，猪肉的卖价要加吗？要加，没钱吃肉就吃素吧。老爷，煤炭火油要加吗？要加。老爷，布匹鞋袜要加吗？要加。老爷，工人的工钱要加吗？要。什么？工钱不是前两年才加过了吗？不能加！切！都以为我是老糊涂了吗？真是岂有此理！好累呀！贪得无厌，必遭天谴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是你们啊！你们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？无忌，如何？他的内心确有贪念，但是看不到有贪婪怪。以此看来，还未成形。老爷子您好。小姑娘，你也是侠王府的人？是的，侠王是我的前辈，我经常会去侠王府逛逛的。你找我有事吗？周老爷，最近物价涨得好快，面粉、猪肉，你赚了好多钱呢。哎，什么赚好多钱？我都快变成穷光蛋了。啊？周老爷，此话怎讲？哎，最近做面粉的小麦失收，小麦价钱上涨，我没办法才抬高面粉的价钱。我养的猪全染瘟疫死掉了，不提价，我血本无归呀。煤炭火油，布匹鞋袜呢？租金为何猛涨？我也是没办法呀，每样生意都亏，不靠这点租金收入，怎么能维持我府内几十口人的生计呢？哎，好惨呐、似乎找错人了。我的钱呐、我在这里等你。我的猪啊！只要你多加锻炼，天下武功第一的称号就是我的了。降龙十八掌。
金钟罩。泽捕头还有好多案要办呢。捕头值班了。哦，你们有什么事？我不是说过没有要紧的事不要来找我吗？泽捕头，我们就是因为有要紧的事才敢跑来找你的呀。什么事？马邑城里出现骗子了。什么？这么大胆竟敢在马邑城内行骗，当我泽孤池不存在吗？马上去。哎，穷得要命。哎，谁掉下的？